相健潛水協會 IAHD Hong Kong 的練習場地，看看學員上堂的情況。很多人誤以為潛水是一項高危運動，不適合殘疾人士參加，其實剛剛相反，在妥善的計劃安排下，水肺潛水對傷殘朋友的身心有很大的益處。很多醫學論證和實例顯示，潛水時候的無重狀態可以令到體障的朋友，例如脊髓受損、小兒麻痹後遺症等的人士，有效鍛鍊肢體。平日他們在陸上可能有些動作做不到，但是在浮力的幫助下就可以輕易地達成了。我是一個潛水員，我是一個好快樂的潛水員。